每次拍戏的时候啊，那时候拍到后面，对，然后我们两个 MC 都没来。哎呦，可以聊这个吗？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没有关系，对对对。刚刚感性的已经过了，不好意思，现在搞笑上场。然后啊，他也是因为他戏很重，他每天早上就是那五六点要化妆，对，所以到最后他的 MC 也有点那个没有准时来，那我也大 delay， 然后到最后我们两个就一直 delay， 然后每天的第一件事，杨丞琳就说怎么样，你来了没？我说还没。那你会这样问你啊？会啊。然后我就说你嘞，他说我也还没。就到最后的时候嘞，他就讲说钟欣怡那么久，你到底来了没？我都来了，我说我还没，他说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哎，结果呢？结果他就真的怀孕，对，就怎么知道被他讲中？不过很棒，很恭喜这个心灵了哈，就是说，哎，能够结婚之后，然后很顺利的怀孕，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对呀，对不对？其实还蛮高兴，真的非常的期待哈。走开，你走开，你脸好小哦，你走开啦。他脸那么长，哎，心灵，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特地请你来？一方面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呢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对不对？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呢，这次呢，陈琳她拍的这部戏啊，对，跟她的初恋情人，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哎，他刺激还是你在刺激啊？我也好刺激，你也好刺激，你跟他刺什么激？他在我们要拍就是有那种接吻镜头的前一天传讯息说，你觉得我要留下来吗？还是我应该要回台北？因为我们在花莲，对对对，那就很紧张很期待。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剧本的时候，就是他跟小鬼有一场吻戏，对不对？因为那个小鬼是杨丞琳唯一承认交往过的男友，对不对？在高中时代嘛，高中玩的有点像两小无猜了，对，是这种情窦初开的时候，其实还蛮甜美的嘛。嗯，那你们两个为什么后来就走不下去了？就真的学校环境跟演艺圈环境很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要当艺人，对，所以他就是真的就是个路人的时候，他当然会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然后我们会因为这样吵架，然后我自己也会有点使不上力，那当然最后就是两个人谈说我们还是朋友，但就分开，不要做情人。OK， 好，那可是现在他也成为艺人了，他就比较能够知道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子了，所以这部戏有让你们旧情复燃吗？是没有啦，是没有啊。可是因为我跟他真的完全升华为家人了，就我们的相处。为什么男友分手一定要升华为家人？这件事情我始终想不懂。没有，我觉得是双子座的个性。好，怎么样？因为其实像我是没有办法跟前男友继续变成朋友，可是他真的很自在，因为我都在旁边偷看，我还想偷看，因为我都在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报给你，到周刊卖点钱。然后他真的很自然，很自然，他真的像是那种朋友那样子的对话，而且在他面前呢，也没有譬如说会刻意要，譬如说低调一点点或干嘛干嘛，就还是一样大咧咧的。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现在转移目标了？你是说报上写的绯闻吗？沈姐，我也想知道，你赶快问。我本来就是想找你上来问的，你知道吗？我好想。好了，那我干陈琳，你说未来十年你要豁出去了，所以这种题目呢，我看就不打自招算了。哎呀，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转移目标了是不是？没有没有，现在没有目标啊。没有目标吗？那有没有各自为了想要在一起而跟以前的男女朋友分手这件事？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他也没有。他那边的状况我不太清楚，我不方便发言。但是总之我跟他就是朋友啦，我们也很好。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因为拍戏当下的默契真的都很好啊。可是我觉得演员本来就是要在拍戏的那段时间要有一个彼此的节奏跟彼此了解的那个默契。可是下了戏，你们会不会还是朋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可是我跟孝全就还是朋友。哦，孝全是他讲的，我没讲哦。哎，不然呢？跟他一起拍的戏。我在讲别的啊，刘亮佐的戏。你觉得会是董哥？哎，说到刘亮佐，沈姐，我跟你说，是啊，他是一个很妙的人，他喜欢帅哥。因为我有问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应该看得出来，我还是觉得帅哥很好这样子。结果有一天他看到董哥，他说怎么办？他好帅。我说你的标准也太奇怪了呀。没有看到谁？斗哥，流量流量组，那个头发没有几根，那个不是，
我是会看细部的人，看细部。那你发现了什么细部我们没看到的？他双眼皮，睫毛超长，鼻子超挺，然后嘴唇形。形状超好 ，OK， 对。那我跟你讲，我要问问心里了，因为你这部戏常常在从旁边观察他嘛，是。而且你是那种别人在吃米粉，你得边画休那种人，所以他刚才一讲话，他觉得很刺激啊。虽然我不知道跟他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你觉得他跟那个刚才他口中的孝全，有没有那一点化学变化？你老实讲啊，你看看你观察力如何？干嘛？你干嘛？他的经纪人在对不对？有没有化学变化？我觉得哦，没事讲，很为难吗？我觉得其实拍戏很妙，对，就拍戏你真的会在那三个月里头爱上这个人。那他说他了，就最后决定爱上你。对，我就会觉得，譬如说像我跟他，我也是觉得在拍戏那短短三个月，我之前根本。哦，可能之前有知道这个女生，有见过她，可是并没有熟。我也是在短短三个月之后，觉得这个女生好可爱。就在那个戏里头，其实有爱的成分。可是我觉得这个戏很可爱，是大家都很努力，试着把这个情感往下延续。那我不知道中间是有一些什么，为什么不要放掉这个感情？因为其实有时候三个月之后，大家 say goodbye， 各做各的事情，其实你再联络已经很难了。可是我们这一群就是会，譬如说会约出来唱歌，对，然后会画 C P P 这样，所以还是会私下联络嘛，对，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很可爱，是我曾经问过他爱情的事情，我说你很想谈恋爱，那你有没有想要什么样的男生？他说其实不一定，他说他不要求这个男的，譬如说一定要很多钱或是怎么样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只要觉得感觉对了就会就是对。我说那你会不会去追男生？他其实。他会放很多机会给男生，对，我会放机会，对 ，OK， 好，他不会一个架子钉在那里这样子，所以他把我们的摄影师逗得很乐，因为我们摄影师很可爱，他长得也还蛮可爱的，然后我们摄影师很喜欢他。你说这部戏的摄影师啊，可是不是那种喜欢，就是欣赏啊，对，就很欣赏他。其实像这种举动，我只敢对不可能的人。因为像毅哥，他是有老婆有小孩，对那对我来说他是长辈，然后他觉得我是小女生，我可以对他这样。是片场的乐趣而已。对。不过你们两个刚才这样闲聊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你们两个会变成好朋友，真的也是蛮奇怪的。因为我们从外形上来讲，就不用说了，对不对？你。